咚，响应式停靠站来啦。什么是响应式停靠站？响应式停靠站是指车辆运营至站点时，若车内无乘客下车，且站台内无候车乘客，车辆将不停靠该站，慢速沿站台滑行通过。二、响应式停靠站的注意事项：候车时找准相应站台，及时关注所乘坐线路车辆，车辆快进站时可招手示意驾驶员，以免错过上车。上车时请留心观察车厢内张贴的响应式停靠提示标语以及下车铃位置，乘车时仔细聆听车内语音报站，如要下车请提前按铃或提前告知驾驶员准备下车。为了避免乘客不坐过站，每一站的报站语音均会提示乘客下车的乘客请提前按铃。2023年7月17日起试行响应式停靠站服务的线路：52线、M465线、M313线、122线、M158线路。抖音。